比如说像周深老师，他那一天是他的人生中的第一次鸟巢的演唱会，是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就很遗憾没有参与这次的活动。其实一直也在问我，哎，你们的时间是不是有调整？如果有调整，告诉我，我还是会努力来的。但是我们确实就是还是跟他说，没事，你就踏实的准备你的演出，我们明年再约。然后他们就说明年一定要第一时间第一个告诉我。对，然后就一直在说，哎呀。没有周深老师，这个还是有点不习惯呢。9月22日，湾区声明月晚会如火如荼。不过，对于未到现场的歌手周深，中国电影报道特意发布周深今年在鸟巢开演唱会，和湾区声明月晚会时间撞期了。这次没有周深在，还真是不习惯呢。虽然周深没有参加，但一直被惦记着。去年周深的一首《湾》可太好听了，明年再继续相约湾区声明月。26日。周深工作室、大麦和演唱会主办方同步官宣，周深演唱会苏州站正式上线，将在11月9日到11月10日两晚连开，地点是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。大麦、猫眼、票星球均已上架，期待继续歌迷朋友们同频共振。刚刚结束的北京鸟巢演唱会，13万人座无虚席，北京欢迎你，时隔16年再次响彻国家体育场。周深更是把大鱼带到了现场，北京欢迎你这首歌的版权极其难拿，此次周深在鸟巢唱起这首歌，是这首歌08年奥运之后16年第二次在鸟巢响起，也是首次奥组委将版权授权给歌手个人演唱会商用。此外，周深鸟巢演唱会是第一次审批冷烟火通过的演唱会，以及在体育场中央悬挂300斤重的大鱼装饰，可见当地消防、政府对周深演唱会的信任与重视。这是让人羡慕的冷焰火，这是鸟巢啊首次出现冷焰火，以前都是没有办法批下来的。还有就是版权比较难拿的《北京欢迎你》这首歌，咱就说周深这个演唱会成本是真的高啊。然后就是可以让一条大鱼在鸟巢的上空飞行啊！大家可知道，鸟巢历来都是以严格的审批著称，这一次能让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在观众的头顶上飞来飞去，这件事哪怕是放在别的审批很松的体育场，也是不敢批下来的操作啊！如今竟然能在这么严格的地方被允许，这可是相当不容易的。周深工作室也在26日发布了北京演唱会的战报，9.29赫兹信号，中低鸟巢。两日连开，热度攀升，谱写深刻一笔。2024周深9.29赫兹巡回演唱会主话题阅读量破35.9亿，本场全网地登热搜热榜130家，相关话题阅读量破17.1亿，这战绩比前面的场次都要高出很多。本来以为后面的加场门票会好抢一些，可这些战绩一放出来，深迷们又要哀嚎了。马上就9月29日了。周深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将全面解锁，华纳音乐北京官宣发起周深《反身代词》未来日历9层大屏打卡活动，9月29日起，全国9层共256层联动，为周深新专应援打 call， 大家准备好去打卡，还有大礼哦！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总感觉自北京演唱会后，特别是等《反身代词》全面解锁以后，周深会迎来一个全新的高度。正如微博音乐盛典给他的那句话，大鱼化鲲鹏，天籁入云霄，你觉得呢？作为内地最年轻的体育场巡演歌手，周深今年的实际满满，专辑演唱会两开花，暴起热歌流媒常年前十，极其受主流重视，已然成为全年龄的国民歌手。城市黄昏，让故事显得很有气氛，夕阳里的我们，这场青春于是在慢慢变得完整，思念在发生。总有人值得你跨越山水，却认你是那个人，
说好了吗？老爸，刚怎么个好啊？哦，你看我爸爸妈妈声音好高，也是醉了啊，也是醉了啊。那他们以你为荣吗？在音乐这方面？以呀、哇，丢死人了！什么意思？在街上，我刚播完我第一期是《欢颜》，哇塞，有我家是做生意的嘛，那种小生意，然后有顾客来，看那谁，看那谁，然后人家顾客说他是《欢颜》呀，我儿子唱的呀，然后人家那顾客啊，就哇丢死人了，我的妈！哎呀，我儿子唱的呀，你都没有听到吗？超尴尬。超尴尬、就是、后来呢？后来就是尽量避免和他们在跟外人见面就尽量避免。他真的蛮以你为荣，蛮为你骄傲的呢，就是很开心小山村出了一个比较有出息的人了。就觉得哎呀自己儿子就哎呀就是父母嘛就开心嘛。我这次回家待了很长时间嘛、我一直觉得我家是一个特别可怕的环境，因为我都会从我睁眼到我睡觉，我家都会从不同的设备不同的角落都会传出我的歌声，因为我妈妈要么用手机在听我的歌，要么用 iPad 在听我的歌，要么用收音机，各位收音机她都能有，就在那听我的歌。天哪，我觉得我家特别诡异，这个地方可能是只有你亲，那个地方都是我爱，另外地方啊，请你别烦我，别烦，我觉得我家好可怕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妈妈是那种能够听着我的歌睡觉的，所以我觉得好可怕。然后后面我再回过来会看到生米们，我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啊，除了我家这样一个角落，我相信说不定我生米们他们家也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就特别感谢他们，就不知道怎么去更详细的描述这个感谢，就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很神奇，为什么一直这么的在帮助我，就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他们。其实深深刚才说好像有点诡异，其实是开玩笑的了，我知道那是一种无比的幸福和无比的，是真的诡异，真的诡异吗？我来喝水，只有你真的不一样，尤其是我跟我妈妈共同出去，哇真的是只要主动跟他说话的人，他都会问别人听过大鱼吗？没听过大鱼，听过欢颜吗？没听过欢颜，那听过比加尔湖畔呢？我就很想在旁边把自己埋下去，可能明年就会长出来很多新的周身。妈妈真可爱啊！天哪，妈妈真可爱。妈妈对、哎，妈妈最喜欢你的是哪首歌？妈妈最喜欢你的是哪首歌？在我妈心中，每首歌都是 top。好吧，我的天哪，这个笑声太可怕了。Top One 对吧？简直是，每首歌都是最棒，每首都是 Top One， 太逗了。我特别害怕他们手机响，因为他们手机也是我的歌声，特别可怕，你知道吗？挺好的了，家真的，哎，圣彼得乐园就是我家了。